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水里进行捏捏乐交易哦，水里也能交易，当然可以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开始交易，我的捏捏乐。能这样在水里旋转呢？给你草莓捏捏乐，再加一个吧。你的眼不是那么好，为什么还要加一个？就给他这个吧。交易成功，拜拜。哦，我的草莓捏捏乐，什么一点都不好捏？哪里是捏捏乐？会喷水的捏捏乐，是会喷水的吗？进去吧，一二三。我的是可爱的松鼠捏捏乐，再给我加一个。OK。切切。要交易吧？不想交易。为什么？这个多可爱哟！我这可是非常有人气的馒头捏捏乐，你的这是什么？用这三个小的，就这个。这个多可爱呀！你看。可爱的话你留着。啊！可是我好想要馒头。等一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去找找看有没有更好的捏捏乐吧。好的，大的大的，波尼给我大的大的，这是我非常珍惜的捏捏乐，我一会儿再给他。哇，交易成功，装进盒子里面。那个是我的。我的是秘密。大灯取消交易。我什么呀？我的是秘密相机，里面是空的。我看了。不，波尼，朋友们，波尼的盒子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你不信任我？不信。里面真的有。来一下给我。来，没有东西吧？是真的。里面是空的吧？真的有。空的。是真的。就信波尼一次，来交易吧。好吧。我的是夜光捏捏乐，再加一个。过分，这个不够吗？换空盒子。这里面是非常好的捏捏乐呀！你实在太过分了。这个我家里有很多。给你馒头捏捏乐，交易成功。看看里面是什么吧。大灯。呀！呀！好，接下来呢，在上面按交易板，捏捏乐放在水里面交换，前提是不可以看对方的捏捏乐。没问题，我先选捞。好，切切。好啦，选完了。我用脚踩着捏捏乐。好的，轮到我了，不能偷看。
一个哦。我不信你啦，加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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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过分了吧！好的，就他吧。听你好了，好了吗？哦，加一个，加一个，还要加一个。加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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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一个。天哪，我的念念乐！No！它真是的，可以了吗？没有，还没好。开始了。数一二三就要拿出来。好，一。太过分了，怎么这样？怎么啦？你刚才不是说喜欢这个吗？哇，这个好可爱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这是我，这也太过分了，就刚才呀。好过分，这下完了，被骗了。给我来，你们看，哇，我有好多有念念乐，我分我被骗了。先放上面。OK。再加一个。刚才布尼好像很伤心，这次给他一个好的吧。交易成功！大蹦！不要跟我交易哦。什么新款吗？好的，交易吧。对了，我忘了带念念乐交易板了，怎么办呢？加加念念乐交易板来。我们开始念念乐交易吧。好的，念念乐交易。好，那我先用这个交易。哇，好滑，滑滑的，滑滑的，哦，你看里面还有一些闪粉呢，咻！哇，好神奇呀，没见过这种念念乐，让我看看。佳佳，可爱的动物，不急不急，触感也非常好的，可以抓起念念乐，然后这样转着玩哦。耶！哇，来交易吧。这个是最新款的，你的我之前好像在那里见过。加一个啊，加一个。哎，这是我上周买的。知道啦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再加两个念念乐吧。虽然有点可惜，好吧，交易成功。哇，真的好神奇哟，不急不急。哇，真的好可爱。这次轮到我来交易了。好，加加，这不是艾莎吗？艾莎太普通了，没有其他的吗？这个才不普通呢。看好了，不只是美丽的艾莎油，加加，看它的底部，你看里面装的是沐浴液油。这个真的很不错哟。那么，我用这个交易。Hello，
哦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不就是普通的娃娃吗？我的是美丽的艾莎沐浴液呀。Nope。 加一个，加一个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小熊偶。啊，你这里会发出声音，加加，还能拉出爱心哦，是不是很棒哦？啊，是挺可爱的，但是小熊娃娃和我的艾莎还是差远了。再加一个。加，这个是公主手套哟，戴上手套跳芭蕾舞的话，看起来非常优美的哦。戴上手套跳芭蕾肯定很美的，好吧，同意降一。加，哦，钢铁侠，嘿，这次取消交易吧。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普通的钢铁侠面具，你看好了哦。眼睛会发出灯光，不要被吓到哦。加加，钢铁侠面具可以打开，还可以合上哦。啊，哦，哦，好像有点不好用。那我就用羽毛来交易吧。啊，用羽毛？啊，那有什么用啊？把这个贴到身上，就会变出天使的美丽的翅膀哦。什么？天使？好的，我们交易吧。变成天使喽！来试一下。呀！哦，天哪！我真的变成美丽的天使喽！哇，真的好帅呀，吉尼，好棒，好棒！哈。接下来轮到我喽！哦哦，真的好重！哎呀，哇！哇，任天堂，你要拿它进行交易啊？这个我已经玩很久了，现在不想玩了。你赶快拿你的东西来进行交易吧！哦，任天堂，我一直都想要来着，拿什么交易呢？啊！佳佳，我的面鼠旋风当中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哟。这个已经过时了，怎么可能拿这个来交易啊？再加一个吧。啊，这样的话让我找找看呢。这个怎么样？这是一个超大的棒棒糖，和刚才那个面鼠先锋是一套的哟。Nope。 不够吗？那这个呢？刚才跟我交易的最新款年年乐，你刚才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的吗？ Nope。 知道啦。这样的话，佳佳，这恐龙玩具怎么样？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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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可以伸手左右回来打拳击。Nope。 让我看看。哈，跳芭蕾的话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体力哦。一二一二一二，怎么样？我直接送你两个哑铃。Nope。 这次真的是最后喽。佳佳，看好了，戴在头上，然后按开关。跳芭蕾的时候可以跟着音乐欢快地跳芭蕾舞哟。好吧，进行交易吧。对了，任天堂的盒子里面有你非常需要的东西哦。咦，我要拿这个玩游戏了。哦，奇怪，盒子怎么这么轻啊？哇！啊？怎么回事？有一条丝袜。还有。啊！这又是什么？刚才看见你的丝袜漏了一个洞，就放在里面喽。一二一二，是不是很感动哦？什么？咦，竟然骗我！一二一二，走喽，拜拜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一二一二一二，站住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呀！大家好，陪着你的吉尼，现江一的江一幺。今天吉尼和江一起。真假捏捏乐对决，江一准备好了吗？当然当然。那现在就开始吧，
Go Go！ 把第一个黏黏乐拿出来吧。拿出来吧，看一下第一个会是哪种黏黏乐呢？不要抓我的手啊！放开我呀！第一次就用石头剪刀布吧。好的。不出就是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他给我发信号了，我就选这个。我收到他的信号了。好，数完一二三就打开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包饭，哇！包饭，竟然是包饭黏黏乐。耶！我的是吃的。天哪，真的好奇包饭黏黏乐长什么样。哇！好棒，一模一样。哇，真的好神奇，里面全都是粉末。像青蛙的叫声一样。我要开动了。好吃吗？哒哒哒哒啦！摄影师在包饭里面放了一个非常非常辣的小辣椒油。哇！把第二个黏黏乐拿上来吧。拿上来吧。好，是什么呢？我刚才看到了叉子。叉子？这里有个叉子，叉子，你看呢？在这儿。请你剧透一下。今天的美食当中呢，有我们不喜欢的，是叉子吗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好奇问一下而已。不出就输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轻松的赢了。那我选这个。看一下谁会用这把叉子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哇！怎么了？是什么？芒果？啊？榴莲？哎，应该让江一吃榴莲的。啊，太好了。哦，话说回来，好特别啊。我之前玩的黏黏乐呢，表面都是光滑的。这些小刺真的好有趣。这些小刺都好有趣啊。请你来尝一下吧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哦，什么什么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种子吗？哦哦，去哪儿啊？我。耶！把第三个黏黏乐拿出来吧。拿出来吧。这次呢？因为盖不上盖子。到底有多大呀？我们就转身了。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吧。石头剪刀布？又来？你有自信吗？那就猜拳。耶！让我来感应一下。这表情给我信号了，那我就选这个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把身体转过去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加加，是西瓜呀！哇，这个真的好软呐！哇哇哦！西瓜真的好漂亮。好，那么请你来尝一下西瓜喽。就呀，加加。哦，一定很好吃。让我来尝一下。好甜哦！西瓜是最甜的了。把第四个念念乐拿上来吧。这次让吉尼先跳吧。那你先转过去。哒咚！哇！等一下。哇！呵呵，奇怪，这有什么差别吗？有那么像吗？是冰淇淋。哇！一模一样。我选这个。哇哦！我选这个。江一的演技变好了，我非常了解江一的朋友们。江一现在在演戏。一、二、三，哟！看到了吧，江一在演戏哟、哦！哇哦，真的一模一样。Q 弹 Q 弹的年糕冰淇淋，我也要吃冰淇淋了。里面是什么？我也想看。哇！哦，真的，我没有思考啊。哇哇，里面竟然还是小叉子。里面还有吃冰淇淋的叉子哟！啊！好，我舔到了。什么？你舔到了？啊！你吃吧。耶！哦哟！你也太过分了吧！直接扔在桌子上啊！来，那粉色给吉尼吧。啊，绿色的里面包的是粉色油，所以这个是粉色的。把第五个黏黏乐拿上来吧，拿上来吧。这次也是非常大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转过来了。我先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是什么？哇！看我的感应，决定了，我选这个。
一、二、三，吃你的白菜吧。太简了，原来你也能看到里面。看到了。哇！耶！哇！真的好神奇哦。有。哇！让我玩一下。你玩这个呗。非常粗糙的。把它当成捏捏乐来玩不就行了吗？把第六个捏捏乐拿上来吧。玩点点点吧。石头剪刀布。你平时很喜欢看右边，点点点。这次我选这个，一、你感应不到吗？二、三，哟！哦，不是你，耶！哦，我一直都特别想玩这个呢，耶！你干嘛？哦，哇哇！这蛋黄会出来哦。哦，朋友们真的很神奇，现在是半透明状态，用手按的话就变成透明了。我可以吃蛋啦！快点吃啊！啊！什么呀，好神奇！哇！真的好神奇哦！哇！最后一个，第七个，捏捏乐，拿上来吧！走啦走啦！现在六个里面，我就吃到了一个包饭呢。不对呀！不出就输，石头剪刀布，赢喽！我想这个。好的，是什么呢？一、二、三，哦，耶、yeah, ！这简直就是捏捏乐派对呀、啊！它的玩法呢？不是这么玩的，一般都这么玩，但是这个可以拉长，都可以拉长啊！哦，真的吗？嗯，这个能拉得更长。不是，只有这个能拉长啊！但是呢，手感确实不一样。耶、yeah, ，粘住了。奇怪哦，明明就只有这个能拉长。你可不要趁机玩啊、哦！是泡沫球，非常小的。哦，是哦。两个连在一起了，要是把泡泡吹到，吹这么大，跟这个一样大的话，让我挑一个喜欢的吧。的成功了。嗯，没关系，一点都不客气。我有十一个呢。那就给我一个呀，刚才跟你说要的了。你没直接跟我要啊？这个和这个换吧。好。我还有三个呢，还有很多呢，耶！好，今天静怡和江一起进行了战甲捏捏乐对决，朋友们怎么样呢？看得开心吗？看得开心吗？那么静怡和江一呢，以后还会带来更有趣的视频回来哟，拜拜！拜拜！有，哎，呀，等，等。是波尼，哟吼！哇，波尼是黑带，你真的好酷呀！迪尼也来试一下吧。呀，呀，哎呀 ！Oops， 迪尼，你没事吧？我一点都不疼。哦，怎么会不疼呢？刚才摔得很严重的，你真的没事吧？嗯，我真的没事的，书包里面装了很多软软的捏捏乐。哇，好多我没见过的捏捏乐，请您和我进行捏捏乐交易吧。捏捏乐交易，好的，那现在就和波尼一起在跆拳道馆进行捏捏乐交易。我先开始进行交易吧。要交易的是，快看，是一个可爱的鸭子捏捏乐，但是它呢稍微有点脏了，所以就买一送一交易吧。行，嘴巴可以拉长，快看，它的大腿也可以拉这么长。这个不是我送给你的吗？好久不见，小鸭子，看来你没有遇到好主人。这鸭子是我要进行交易的捏捏乐，赶快把你的拿出来吧。好的，正好有一个适合交换的，快看，这是南瓜捏捏乐。马上要到万圣节了，这可是万圣节中很重要的呢。哇，南瓜捏捏乐，好棒！我没玩过这个，好吧，进行交易吧。好的，交易吧。接下来轮到我交易了，快看，这个是可以挂在跆拳道书包上的捏捏乐挂件和灭鼠先锋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哇，真的好可爱！这样的话呢，我用这个亮片捏捏乐和你交换吧。
的捏捏乐。嗯，不可以不可以，你看看我的捏捏乐里面也有亮片的，再加点东西吧。啊，再加东西，这都不够。这样吧，看，那我就再加这两个吧。这个呢和刚刚那个捏捏乐颜色不一样，快看，这是闪光捏捏乐哟，怎么样，是不是亮闪闪的？交一把。哇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个，赶快交一把。好。哇哇，面树先锋竟然还能发光。把捏捏乐挂在书包上吧。哇，接下来轮到我啦，你看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，它都不能站起来。不是的，会。哎，算了吧，我要取消交易。哦，先等一下，这玩具真的很神奇的，你看好啦。哇，像这样裙子能旋转啊，飞出去啦。哇，还能飞得更高一点吗？当然啦，它还可以飞得更高。哇，你好像在施魔法呀，杰尼。但是你现在不能玩，因为还没有交易呢。我真的好喜欢那个玩具啊！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呀，是我参加活动好不容易得到的捏捏乐，像这样把它打开，看好了。哇，怎么样？它的粘性非常好，看看它，还可以把它拉得长长的，咻咻咻，可以当做跳绳玩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啊，活动给的赠品吗？再多加点吧。该拿什么交易呢？啊！快看，这个就是我上个月比赛得到的奖杯，我把这个给你吧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这是我辛苦赢来的奖杯呢。哇，是奖杯吗？我现在还是白带，所以还没有得过奖杯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们交易吧。哇！我要和妈妈炫耀一下奖杯。我去哪里？接下来轮到我了，快看，这可是青蛙捏捏乐，怎么样，非常可爱吧？像这样可以当悠悠球来玩，按住头部眼睛会变大，胳膊也可以拉长。哇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想要？只有这些吗？怎么会呢，这个呀还可以拿它练习跆拳道，看好了，泰拳，哇哇，怎么样，我之所以能得到黑带多亏了它呢。哇，得到黑带吗？这个呢真的是我非常珍惜的东西，我就把它让给你吧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随机捏捏乐，随机的随机捏捏乐。不祥的预感，随机捏捏乐有不祥的预感，那么我们不要交易了。不是的不是的，我们交易吧，交易。那好吧。哇哇啦啦啦啦，哇，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犀牛吗？这个犀牛哪里可爱了？我要努力得到黑带。呀呀，接下来轮到我了，因为我现在是白带，所以还没有用过，想要黑带，这个能帮助我。这是什么？是香薰蜡烛吗？这个就是可以增加拳头力量非常好的练习道具呢。哇，那么我用这个来交易，带上这个就能拥有绿巨人般的力量了。哗哗哗哗哗，什么绿巨人的拳头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拳头力气非常的大吗？给点别的吧。哦，那么可能需要增加腿部力量，等我一下，进行交易吧。哇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你看好了。哈，哇，怎么样，这个不错吧？你再展示一下最上面的。上面的是训练手部的。哈，增加腿部力量，让我试试。哇哇，好像我比波尼做得更好一些。好，我们开始交易吧。好的，我们交易吧。哇！